大家的 at 我都收到了，这个绝美的仿妆我来啦，哈哈！顺便祝大家新年快乐。被大家催了那么久的化妆人仿妆还是被我赶出来了。大家也知道这两天呢比较特殊，本人对就是在忙着谈恋爱，没有时间营业哦，大家不要怪我。我把我的艾特全部翻了一遍，没有一个人在这条视频里面艾特我。老板一边把我往沙雕的路上引，我一边卑微的往颜值上面靠。这个蝴蝶买了快有一个多月了，也没有用过，也不能浪费，是不是？养一个蝴蝶装的末班车。绝版的来了，你确定不看吗？也从不在梦里飘摇，在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。愿意让我来出一下仿妆，我就也来赶一个蝴蝶插花的末班车吧。所以是临近年底了，给我布置了一个最难的期末作业是吗？连色都没有上的一张图，哎，虽然说它真的很好看，我刚刚花了整整两个小时就为了画这两只蝴蝶。当你被小助理疯狂催更时，杏子杏子，快快看这个视频！我的天，绝美呀、啊！我靠，快拍起来！太难了，不想动。哎，怪不得没人追你，要是我，我也。就是这张画，昨天都快把我艾特爆了。但是我拍完发现，可能我的就比较仙女风一点。如果你们想看酷一点的，那我就重拍。嗯。你让我的内心荡漾，展开了想象，被困在海的中央。没有人艾特我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妆特别好看，而且还没有人拍照片啊，所以我来了。这幅画画的也太好看了吧，天天被你们叫美女。来交作业了。你让我的内心荡漾，展开了想象，被困在海的中央。你们都艾特我来仿这个妆，来吧展示。